你醒了。那个间谍呢？抓起来了。咱们给你出击。你派几个精干的人员把他送出山，派专人送往东京。为什么？他是佐尔格的人，佐尔格现在东京正在接受秘密审讯，用得着他。就这么便宜了他？做事要动脑子。孔方老师，如果我是说如果砸中了向海英怎么办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超出科学的部分我们管它叫做命运。杨探长，你看，他们把瓦斯连队放在了最外围，这分明是想用化学武器来对付。这次他们还把炮兵放到了最后，这也分明是想先放咱们进去，然后先打瓦斯，瓦斯部队后撤，再炮轰我们。好啊，鬼子的想法不错嘛。那我们也变一变。这样啊，战斗一开始，不得先不出发，把炮兵调到最前沿，轰他的瓦斯部队，这样他的炮就使不上劲儿，等于废了一样。等鬼子反应过来往前调炮的时候，我们发起中锋，打个时间差进山。好，哎，大河，有在等到你这个，啊，你别站着，就坐。报告连长，不，报告团长，不敢。叫不敢啊！报告团长，你是团长，我是八路军特务连的战士，级别差太远。你是特务连的战士？是。谁批准的？孔元连长批准的。我是孔元，这家伙开始招兵买马了。哼！团长，那算数吗？孔连长的话算数吗？算。算。谢谢团长，那我能参加今天的战斗吗？哎，战斗你就不要参加了啊，你也没接受过训练。我水性好，我能够帮着捞人捞枪，鬼子那两挺机枪就是我从湖里捞上来的。好，有了这两挺机枪，孔元他们就应该能支撑一阵儿。是，陆达说了，够小鬼子喝一壶。好啊。孔老师，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？不会的，彭伟阔是一个有事不过夜的人。今天他们送海英出山，概率应该在95%。孔老师啊，跟你在一块真有意思，我听了好多我这辈子都没听过的道理。不要冲动啊！孔老师不是已经在路上埋伏了吗？
其实我倒希望他们越晚来越好，他们越晚来，我们的成功率就会越高。为啥？因为我们救出海银之后，日本人肯定会围剿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古墓里去隐藏，只能在山里跟他们周旋，而且得保证8点之前不能被他们抓住，因为团部8点钟要发起组。皇上，等救出向海英老师，我带你们去一个诡异的地方。什么诡异的地方？哎，连长喜欢吃药子弹，有一回啊，我跟着一个老药子，跟着跟着我就跟到了他的老窝里。可是这时候我突然发现，我不知道在哪儿了，哪儿都一样。你啊，一准是遇到鬼打墙了。藤山君，压死我一个女流之辈，你们需要这么多人吗？我不会跟你说话的。你怕我？随便这么认为。如果不是张军交代的话，你要为自己的话吃苦头一。那你后来是怎么出来的？后来我就一想，我肯定是遇着鬼打墙了，然后我就逮了一只山鸡，把它俩翅膀全部都绑一块儿，然后它在我前头就蹦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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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我跟着它，我才跑出去的。嘘，有情况。到时候听我的哨子，孔老师。我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吗？你说，要不我吹哨子，你去撬石头，好不好？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海银的关系比较特殊，如果我砸他的话，一定会打中他。哎呀，老陆，孔老师说啥就啥，咱们就执行啊，概率之交。到的时候你吱应一声啊。
这个地方过来，一会儿我们藏在那个地方。好，老陆来。 不能开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跟他们耗时间，不是杀死对方。你给我走！王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干啥呀？还在原地埋着，让他们在哪里摔倒，还在哪里摔倒。得嘞，老陆。 现在赶紧撤，不隐蔽了，不能再隐蔽了，因为他们第二次被炸，就知道我们会在附近，所以我们赶紧走。啊，走，快走。嘘，多轻点。孔芳，咱们得避免走回去，要不然那就是自投罗网了。这上哪抓野鸡去？等一等。啊？ 大家别急，其实鬼打墙呢，也是一个科学现象。因为生物运动的本质，就是一个圆周运动。如果我们没有方向的话，我们走的将永远都是一个圆圈。
人要辨别方向，主要靠的就是标志物。如果标志物给你造成假象，你大脑得到的讯号是错误的，你感觉到你是有方向感的，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运动，也就是圆周运动。在古代有很多迷魂阵，用的也是这个道理。慢点！那咱们怎么着才能走出去啊？找一个不变的标志物，至少是暂时不变的。往这边走。ジュンさん、道に迷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元通りです。前進するんだ。周りをよく見ろ。はい、行くぞ。ジュンさん。奴ら近くにいる。撃ち殺せ。はい。どうしますか。援軍を待とう。すぐに来るはずだ。はい。ジョンソン、我们到了。我们迷路矣，两次都绕到此地。藤山ジョンソン，咱们进入魔圈了。何意思？我们在野外行军，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在中国，这种情况被称为鬼打墙。这里的树和树相似，石头和石头相似，是有轻微的视差，很难辨别道路。还有什么办法？队形，一个人走不出去的地方，十个人可以走出去，但需要一个稳定的队形。队形可以修正个人的视觉误差。よし、赶紧组织队形。嗨，隊列だ。
慢点。本当に全員もらったのか？全員もらいました。なぜ2個残ってるんだ？わかりません。将軍に伝えてくるぞ。何かある。将军，今天给工人的饭里最后多了两个窝头。快说，那两个人去哪了？他们是不会说的，就这么大的地方，他们跑不了。这个封条有人动过，把它打开。挖开。没到预计时间呢，迈克，你走开！来，我暴露了，跟他拼了！别冲动，先撤出去。
控制住这个地道。连军，带人去拿气体溶液。嗨嗨。我喜欢吃妈妈给我烧的红烧肉。小时候，她最喜欢给我做红烧肉了。她希望我可以吃多一点，以后长个大个子。那，她现在在哪？她去世了。上街买菜，遇到你们的轰炸。对不起，很抱歉。石天君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太多，咱们子弹不够，打也无济于事。还是顾全大局，等到总攻的时候吧。
将军，任务已完成。让工兵队把地道口封死。哎。向儿先走，我去拦着他们。学我，佟老师，放心吧，他人机灵，你放心，没事的啊。佟老师，你放心，快跟老陆走，我没事了。学我，一定要小心，啊！刘老师，走，走。